解说不打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的节操为您而跳，祝您那销魂的小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洛德为您带来坦克视频解说，来自于月之都战线的 Viper CY 同学给我们带来的1390地图是海岸争霸标准模式，我们在上面的出生年位，好戏开场了。哎，有人在问啊，对面的猎豹啊，哪儿的人？啊，这是在干扰对面的思维吗？上海啊，还有人说非洲，你去死吧！嗯，刚才我暂停切出去干了一下别的事啊，我又回来了。哎呦我去，管子上有两个圈，好，猎豹二自己蛋疼了啊！妈的，他问我，你回答个屁呀！啊，我怎么就变成非洲的了嘛？啊，他的名字啊，你这网名起的，贼坏的啊！啊，你们都知道了啊，你们都知道，哎，你们都知道。某些这个不便于说啊，否则把某些大佬黑了呀，这个会出你的原来 QQ 名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大家去搜一下他啊。搜一下他一个叫贼坏的那什么，哎，上海的，你们搜到就找到他了啊，就可以跟他探讨一下关于这个起名的艺术。啊，这里看到了他们的狮子，哎呀，那反正他现在应该也是不打算上去啊，只是说在这里点一点，看看你们是个什么情况。啊！哎呀，回来！哇靠，被501打了一炮，有点疼的。所以说哎，这个东西得要确定自己灭点，不知道的话干脆不要出去。如果你早点上山的话呢，现在估计已经上去了。其实地图改成这样之后，对面上山反而有优势，因为他那边的话是如果他硬要上没人干扰的，反正咱们这边是他们中路能干扰，哎，我就吐血了。另外，他们不一定走这边上山，他们这样慢，他只要渡过这个地方，那你这就威胁不到。哦，我操，那是狮子，吓死我！我以为狮子上去了，我想那你上去干嘛的？被砸的呀？这个时候他也是发挥不了什么威力啊，整个人都很蛋疼。M12说这个线上人头一枚，尽情享用。这，这对面的火炮炸过了嘛？对面可是有两个炮，你要小心，小心！哎，缩下来！哎，好的，啊，亮了！不要闪！我想这个灯泡它是有一定延迟的，它并不是实时的提醒，所以说呢。还是得要注意一点啊，否则会出事情。你如果等着它亮，你再躲，那就来不及。所以你经常看到很多高手，他是属于打一发啊，他就会往后缩。哎呀，妈的，给他打着了！啊，我就强偷一发，把他搞死。这么谨慎啊，一直不去。好，每一地炮把他收了。哎，也好，其实这样的话你尽量不要去主动换血，那么到了后期打到残局的话，你是有很大的优势啊。所以说高手都是属于这样，能收，但是他觉得能不换血的尽量不要换血。刚才那一发应该是打到了。哎呦，他这个好蛋疼。后退，
看到了这个34-3。那反正现在他其实是处在一个专业点灯的状态啊，他暂时不想进去搅和，因为他觉得搅和不过嘛，反正把你们这两人亮起来啊，等会儿其他哥们儿撸死你们。哎呀，着火！我们痛击了敌人。FF 团，打得漂亮。FF 之吻。啊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。这就算他们直射不到，你也得规避一下火炮。这种时候其实他们肯定也很蛋疼啊，肯定也在想对面的1390在哪里，就是因为他导致咱们中间几乎就要被全面丧失了。哎，其实也差不多了，那边虎王那边已经快打过来，那边打过来那这两边一包啊，中间就没了。好，50-100一看，妈的，老子捅你一线总可以了吧，上来就捅死个44，现在是估计要强上来110紧跟在后啊，那1390一看，妈的，老子也下来捣个乱。好好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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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确定要换吗？不要换。哎，这后面有东西，你自己也躲一躲。好的，那边虎王虎王这些来搞。哎，他决定不打了啊，躲到这后面。哎，你射我呀。他肯定转炮台了，这时候咱们正好打他。哎妈，居然没穿，打掉了，搞定。这个的话，这里还有看34-3，发现目标，目标被击中，打得漂亮。哎呀，目标锁定，敌方坦克被击毁，寻找下一目标。那但现在他已经血量比较的少了啊，几乎是损了一半的血。那现在其实不要急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急着下去。觉得先一边上弹嘛，一边在这个口上蹲着，但你也不要太急，要确定自己灭点，否则你一过来人家就搞你。你这个血量，他们不无论是 TD 还是火炮搞你都不太难啊。他们跑了，哎，跑了你就追啊，这肯定要追啊。啊，他想等着先打一打。你看妈的大表哥，他就是可以这样，他这个车。啊，下去下去下去，快下去，不然等会撵不上了。哎，他们一线也捅穿了，那咱们那个 M53估计跑不了，因为他速度太慢。这种真跑不了，你只能留在原地等着来一个刺刀啊，死之前拉个垫背的。啊，给你全都亮，现在先把大表哥搞死。大表哥，你发现自己亮了有压力吗？啊，没压力了，已经死了。南哥亮了，确定要出来吗？允许射击。南哥没看着。好的，这南哥现在已经是来不及了，顶住他后面，哎。虽然他吨位大，动力足，对吧？但是我搞死你足够了吧？只剩下了猎豹二啊！刚才那个被我们调侃了一番的那个猎豹二，在对面。哎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，全命围剿，这是没有好下场。哎，人呢？其实现在他血量还有一点，你其实断他个腿，他只要没死，对吧？修了接着跟你来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断腿。发现目标，打得好。啊，他不想断，想直接搞死。好的，漂亮。被摧毁了。那这个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，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QQ 箱是76785585@QQ.com。有新的同学记得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